早晨啊，大家好，我哋咧就地重游啊，咁而家系9:25啊，咁我第一个站啦，首先就要去鑫鳞坳搵石头，然之后落深湾，再上翻去灵觉山兜个圈，翻转头，全程时间都唔会太长。OK， 而家准备争取时间 ，Let's go。叫做坦大山岳。揾象石啊，非洲大象。佢身有刺啊！我哋刚刚嚟到武达湾村啊，嗰个位置咧就上山，将会面对呢个1100级楼梯，都稍为辛苦嘅，但系慢慢行都 OK 嘅。终于成功登顶啦！1100级楼梯，好兴奋啊！
刺激啊！嗱，而家喺灵觉山嚟到呢度阴灵坳啦，咁啊准备回程啦，落翻天后宫嗰边走啦。咁大约落去都系三四个字到啦。啊，再见。